Hello，大家好，这里是石峰啊，咱们今天来玩一个游戏，叫做13F 啊，它是一个今天是今天嘛，反正最近刚出的一个非常小的独立恐怖游戏，它是 B 站一个 UP 叫做什么来着？啊，蓝色的哈希或者是呼晒啊，不知道怎么读啊，这个 UP 说他自己一个人做的这个泪八番出口的这么一个像素风的恐怖游戏，我们今天来看一下怎么样吧。因为我看这个 B 站还没有人录视频啊，赶紧来录一下啊！本来其实我是不打算玩的，但是呢，我看了一下他的介绍啊，他说这个游戏的主人公呢是一个疲惫的社畜啊，因为这一点就很难让我去拒绝他啊。这是看上去已经是12:15了，还在工作，哼！我那天3点钟还在工作。可以回家了。你看他桌上堆的文件最多，笑死！哎呦，一个红衣的小可爱在空中闪现了一下。13层为标准楼层，如无异常正常下楼，如有异常请上楼。按左右键行动，行动时按 Shift 快跑。等会儿，我读的慢，可以再教我一下吗？完了。我没看完，我哎，要是看应该能看完，但是我读来着，读得慢。近期有职工反映楼内有疑似精神病患者出没，为此我们在每一层都加强了安保，如果遇到请尽快联系楼层保安。由于排水系统堵塞，女厕所暂停使用。针对多人反映楼内有虫子泛滥的问题，我们已经联系保洁公司，近期将会打扫。如果有需要，可在厕所里取杀虫剂。哦，我们在男厕所里可以取杀虫剂是吧？3日前本社区有一名小女孩失踪，那脸红的就是小女孩了呗。你们稍等一下，我回去看一眼我的录像啊。这个规则是啥呀？啊，好了，我回来了，就是看了一下，就是 NE 是互动，然后 NF 是喷杀虫剂啊，然后上楼是有异常上楼，没异常下楼，到1层就算胜利，好吧？可以跟这个猫互动一下。13层应该是常规的，我们要记一下这一层都有什么特点。首先是左边有只猫，有个窗户是吧？这有一个张贴的板，啊，张贴板的文字应该不会出错吧？叉叉大厦管理委员会告全体人员，我觉得这个应该不会出问题，是不是？然后这儿有一张撕掉的，然后这儿有一个1号门开不开的，一个大黑板，然后2、3号门都是开不开的，一个电梯，然后一个男厕所，男厕所里面有三个尿坑。4个蹲坑，一个残疾人坑。那么记这个数字就是12341啊，你们不知道是什么，我就跟你们说一下，就这个门儿，你看一个门儿，两个门儿，然后男厕所里面是3个站坑，4个蹲坑，一个残疾人坑。女厕所呢应该是进不去啊，不过我们应该闲着没事不进女厕所。那这个我看看啊，电梯两个门儿，上面是叉子。男厕所上面有一个通风口，女厕所上没有一个绿色的植物，然后加上12:014号门，你是谁？秃头大哥，他应该是保安吧？保安救我呀！保安，你别看我了，你救我，你救我好不好？你不会就想打算在这坐一辈子吧？哼，少走4年弯路。好，我们来到12层，看一下啊。猫猫没变化，纸呢？纸也没变化。然后，一门黑板，2门3门电梯，男厕所，男厕所。哎，我忘了看这个门能不能开了。男厕所好像是没有异常啊。哎，有异常，是不是？保安的报纸上有血，对不对？他那报纸一开始应该是没血的。上楼，上楼，啊，这应该是一个异常。啊，我能快跑的，那没事了。等会儿，我为什么能快跑？不会有追逐吧？哎，到11层了，说明这个上楼这个行为是对了，对不对？我的楼层下降了。
看看啊，啊，没问题。一，黑板，二，三，这都没问题。男厕所，这男厕所里可能会出问题吗？哦，是有杀虫剂对吧？但是杀虫剂我怎么没捡着啊？能开门吗？NF，没有，没有用。走了。哎，这保安，报纸上还有这红的，他一直有这红的吗？还是说上一次我只是碰巧了？如果错了，应该会回到13层吧？跑一下，跑一下，会出同一个异常的吗？哎呀，完了，错了，回到13层了。刚刚是没异啊，保安上面就是有红的，那也就是说上一层有异常，但是我碰巧过去了，是不是？哎呦，红色的手印儿，往前走走啊，看有什么高能没有啊？保安呢？那有红手印儿，你管不管？还搁那看报纸？那报纸有什么好看的？看这么长时间啊？我看你看1天了，是不是？想象力真丰富。哎，灯全灭了，会有什么高能吗？你看，我还主动找高能。我真是作死啊！保安呐，保安灯关了，保安，你看我也没用。哎，我发现我们是不是不仅是社畜，还是单身狗，浑身散发着光芒。10层，哎，好。这个文字一直好像都没什么问题啊。10层，猫猫呢？正常。哎呦，喂，跑这么老快，你怎么不上天呢你？哎，行，服了，感觉刚刚那个黑板上的光圈是不是大一点？我感觉我看他立刻回头就好了，没有立刻回头啊。我觉得我的自信是吧？我这公司我了如指掌，这我还能不了解我的公司吗？哎呦。男女厕所位置调换了，哼，倒反天罡。其实我才是女的，对不对？我生理性别男，心理女。然后，喂，没事啊。然后是一个喜欢女性的女同性恋，不是他刷我脸上，奶奶的，这个盆栽是不是不？啊？啊，兄弟！啊，进哪个门啊？看来一二门都不对，那我们进三门吧。喂，哎，不能被逮到吗？哎呀！被攥住了，哈哈！哎呀，没想到我的小命就这么样死了，可惜呀、啊！我有轮回之力，是不是？啊，我又活了，没想到吧？这就是社畜，是吧？这跟工作相比，这到哪到哪啊？一个小女鬼而已。你看他再来，他再来，我把他摁在地上，就给他放走啊！没有什么这个后续剧情。哎，我看没有异常，对不对？4号门进一下，进不了。咦，有异常啊？怎么办？我感觉我离不开了。13层，没问题呀，哪有问题呀？这纸，猫猫，啊？有我没注意到的细节，是不是？一定是这样的，毕竟我这个是吧，眼疾手快，就占一个眼疾，确实也是没有办法。
喂，兄弟，你有点太过超过了。喂，爆浆了，今天的鱿鱼爆汁了。哦，我应该躲男厕所里是不是？我这个愣跑跑不过他。我这大哥血脉觉醒了，我这恐怖游戏玩值啊，10块钱玩出20块钱的价值了已经。你再来一个呢？你再来一个呢？哼，不敢来了吧？哎，成功了。看看猫猫，猫猫还是照常的，猫猫好。但黑猫不是说不祥吗？也确实，它离哎，这个男厕所没有通风口，走了，有异常啊，走了走了。10层，好好好，终于突破到10层，真不容易啊，真不容易。哎，我这周工作的累了一天了，还要让我在这找不同啊，你这公司团建是吧？3个4个1个没问题，你别再起来吓我了。好，那我觉得就是没有问题。哎，不是，问题在哪儿呀？真看不出来，我分不出来呀。这灯是灭的，没事，我就多过几遍就好了，多过几遍就好了。猫猫，猫猫的尾巴有没有区别呢？1、2、3，叉子，没问题啊。男厕所里，难道我要走一遍？就是他有可能有这个异常，在我走到那儿才能触发。我觉得可能是在男厕所里有异常，然后我日，哎，又给我爆汁了！不是这东西，哎，男厕所进不去了呀。保安大哥，你看你放了我行不行啊？难道说到时候我得进女厕所？你别跟我较真儿，我不就是说你两句吗？我不是说你小走40年弯路，你看看你这急的，啊，有必要吗？是不是？等会儿男厕所上没通风口，没有必要的呀，是不是？怎么以和为贵呀？你看看你这，何必呢？咬死我2回了，就好这口是吧？我愿称你为埃迪布鲁克，没有女厕所，走了，是吧？毒液都得称你一声大哥呀！别回头，勇敢的向前。哎呀，被擒住了，不是，真别回头啊！不是说让我别哎，不是让我往上走吗？这规则里还有这个矛盾呢，新规则优于后规则是吧？不是新规则优于老规则是吧？我这又分头行动了，这么会儿我这失手分离好几次了。哎，但可惜我的头是插件，分了还能再回来，没想到吧？接下来哎，有人儿，您接着拉啊，不打扰了，我不打扰，我走了哈。好，11层。猫猫互动一下，这个贴士一直就没问题，我还觉得它这个贴士有可能会在文字上面这个有。耶，他一嗓子给我吼死了，我就不应该管，我不应该管他是吧？完了，这又这么会儿又多玩5毛钱，太值了呀！我靠，这游戏玩的。不是别人，我看别人玩都遇不到这个异常呢，我怎么能把把都遇到异常呢？我就一直往上走就完了呗，我根本就不用往右走，我觉得这游戏就过关了。这异常率有点太高了，我怎么老听见有人跟着我似的？大哥，你起来呢？你说说，没起来，不起来就好。还是13层，错了吗？刚才有异常吗？
哪有？哪有异常？哎呀，完了，给我玩紧张了。说实话，现在我感觉我回不去家了。二三，电梯，往里走，感觉这个厕所就是得走一下，我估计。女厕所，你来呢？不来。哦，这次对了。没找到。哒哒哒哒哒，猫猫没问题，猫猫好啊。男厕所没有问题。我才是保安，我是巡逻的保安。保安实际上是这儿的员工，因为他要下我，对吧？他有自己的职责。我很想往下走，但是我猜这层有异常，就是因为我每次往回走之后都回到原点，我觉得有异常。对不对？一定有。我这次就直接往回走，哎，直接到10层。操！怎么回事？这次真没异常啊！哎，是我运气太差了吗？啊？真有这么离谱？节目效果真的追着我跑，躲都躲不掉。我不想要了，我想通关。啊！我要通关呐！啊，厕所看起来没有异常啊。女厕所，保安大哥，保安大哥不理我了，有异常。这保安大哥他不看我了，他太沉迷那个报纸上的内容了。不行，这是假的，嗯，是吧？我这已经逐渐熟练了，马上就能突破10层大关了，我感觉。一楼，不是一门、二门、三门，不打扰，走了。又是这个蹲坑的啊，蹲坑哥，走了走了。而且说是这个游戏的作者啊，是这么说的，就是说啊，你平时这个八番出口啊，没有 BOSS 是吧？说是这个里头好像是有 BOSS 战，就是刚刚那个小女孩追你，应该是那个属于是一场 BOSS 战，得打过才能把这 BOSS 解决。有异常吗？三四一，没有异常。就是大哥其实在这挺有压迫感的，你知道吧？晚安。我这有些异常就是看不出来，难道是我看漏了吗？让我想想，我仔细看看啊，门上的花纹，说不定就是有些细节没有注意。叉子，电梯，门儿。水池、通风口、花儿、钟、四大哥，我觉得我已经很熟了。我觉得我已经没有什么地方可以拦住我了。为什么还是会回到第一层呢？怎会如此？花儿是没问题。哦耶，他不会追出来吧？兄弟，哎呀，人家不会追出来啊！只要一过门就不在了。哎呦，这个跑得真的快呀，真劲儿快！11层，我压力现在我拉满了，我感觉都是这么大压力呀。门上的花纹，对的，3层开不开？没问题，这个没问题。厕所里，往过去走一下，走过去没问题。女厕所开不开？灯我是不是没注意过啊？它那有多少个灯？你们有注意过吗？堵，操！哎呀，记一下吧。一盏，二三中间一盏，然后一两，这一共三盏，然后保安头上有一盏，一共4盏灯，看一下吧。啊，这个黑灯我就回去了。然后一开头一盏门儿，没问题。厕所，
厕所也没问题。保安大哥争中没问题，这层应该是没问题。哎，我就说嘛，灯、黑板、二三电梯、厕所、通口女厕所，这层也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对，但是这个没公告，直接回。哎，8层，公告板、灯、门开不开？黑板，两个门，通风口有问题，走。行啊，不是谁都把这都拉那儿去了，是不是有点这个窜得太狠了？就让你别吃华莱士吧，你看看你这崩的，是不是都不卫生啊？门、黑板。等会儿告示再看一眼，杀虫的剂一直没拿到啊！说实话，二三门，哎，又是这个异常啊？怎么意思？动态难度，我一下过到5层了，感觉胜利在望啊！这一把，一灯，黑板，门，花纹有问题吗？黑板占5格，电梯。没问题，厕所里看一眼，走一下。厕所里看起来没问题。完了，下班之后还要上班，这个样子是，你厕所开不了。我日，跑啊！哦，我操，这个必须得是。完全就是在他面前得预判，他这个速度正好能差点追上你，就是你就得提前想到他可能在那追你，不然你先反应一下就不行了。通风口、门上的花纹、黑板、灯，然后男厕所有人吗？男厕所跑一下，4341没问题。女厕所，钟也是没问题的，保安大哥也没问题，但是我不放心啊，已经到4层了，回头看一眼呢，猫猫有问题吗？猫猫也没问题，门没问题，二三。通风口，女厕所，4层，大哥的纸呢？没问题，好，很好很好，只有3层了，我们谨慎行事，这3层尽量给他一口气就过去，好吧？二三，黑板，男厕所。有异常吗？现在我就害怕那个 BOSS 战，你们知道吧？大哥是没问题的。不对，有异常吧？这个。这边的楼梯是不是变了？你们看到了吗？我感觉是不是变了吧？这3层，这边是上楼，那边下楼，但是现在你看这边是下楼了。完了，不对呀！你看，正常的应该是这儿是这样长成这样的呀。哦，所以我应该走上楼，我应该走右边那个楼梯。哎，它是哎，它跟口没关系，它是上楼下楼。等我剪辑吧。哟，遇到虫子啦！但是我杀不死啊，怎么办？我要上楼。
哦，喷他是不是？喂，没用啊！虫子说什么乱七八糟的玩意儿，给死！啊哈哈！好了，出现这个别回头的选项了。我不能回头啊！我一回头就会被杀掉。这个地方我必须……你这一直冲也有问题是吧？这又是个新异常啊！就是不是满地蜘蛛，是一个只有上楼的门被蜘蛛挡住了。我看看啊，喷一下杀虫剂呢？啊，喷一下就行了。这关我当时好像不知道怎么过来着，是不是？之前我那个大虫子发现它根本不怕我。怎么办呢？我不能上喷吗？进男厕所，哎，这是个 BOSS 战，哎，他需要拉扯他，我感觉，就是喷他一下，然后躲他一下攻击，喷他一下，躲他一下攻击，还需要锤呀、有点难度啊。好，我们又来到这个三层的节点了，我现在贼紧张，主要是他试错成本很高，一旦失误就要从头来。希望下面几个异常都比较简单，我想通关了。而且我现在都下意识就先往回走，因为这样的话，万一他有那个脸上刷那个黑虫子的时候，就是黑影的时候，我能及时反应过来。不然那东西贼快，可能就……啊，这次也是两次一样的还行啊。到一层了，我是不是应该赢了？我还没赢，这是最后的一关吗？是不是该打 BOSS 啦？反复确认一下啊。厕所我基本上其实都不用跑，我感觉只要看着没问题就没问题。哎，耶！解锁成就脱出，脱出是什么成就啊？不是你逃出不行吗？啊，就是这个制作人啊，叫 Hashi，是吧？还是 Hushai？是自己一个人做的，是吧？哎，还可以，确实，你别说，还挺刺激的。有些地方做的其实还不错，我感觉。就它不仅仅是一个找不同，它有些地方做的还挺刺激。而且再加上我喜欢这个像素风啊，给这个游戏加分了。现在Steam 售价是十块左右，它有打折，原价好像是18。我是有成就没解锁吗？小规模停电，藏污纳垢，是 3F 啊，这个游戏叫。我能不能就是厉鬼将至，聚精会神？就是有没有这个异常预览模式啊？我看他们一般都会有这种看异常的模式。这个胆小鬼模式呢？我看看，开展动画。我把我 Siri 呼出来了，就离谱。试一试啊，看看能不能有一个就是看所有异常的。这应该是还有异常没有看到吗？毕竟我那个 BOSS 其实没打过。而且他游戏提到一个叫秘密成就的，就应该是有一些隐藏成就可以完成。怎么说呢？这一期先录到这儿吧。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的话，一定不要忘了点个关注或者一键三连，最好还能分享给你的朋友。然后如果我看大家反响好的话，我去看看能不能把他那个 BOSS 战啊什么的，就是一些没见过的异常给大家录一下。之前还看过那个海报，里面有你别想走这个异常啊，就是你别想逃出。啊，我就说那海报会有变化吧，还最后还果然还有变化，然后还有什么男女厕所之间灯没亮的这种异常，就是挺小挺细节的可能，啊，其实也不细节，看时间长了就特贼明显。好，那就这样吧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